刚才呢是巴赫他的第二号大提琴组曲，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他的原来的低小调的大提琴组曲。在这里呢，我们把改编成用吉他来演奏的这样的一个 A 小调的组曲中的最后一个乐章Jig 是一个快的三拍的一个曲子。那么在这里，巴赫呢用他的一贯的这样的一种复调的写法，将貌似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原来纯粹线性的旋律性的这种大提琴，却有独奏一个几乎是一个三声部的一个肢体所形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乐曲。那么当然在这里面呢，我们需要去做一些。在改编时候呢，要考虑到的一些诠释我用的这个版本呢是Frank Coombs 我的老师他的这个编曲。那么他的编曲，我觉得第一点呢，就是有很重要的好处，就是他对于原著的一个极度的一个忠实，乃至于呢，怎么样去考虑，如果是 Bach 自己来。做这样的一个改编，也就是如果巴赫在世，他考虑到要把这样的一个乐曲，把它写成吉他曲的时候，注意到吉他跟大提琴毕竟是不一样，吉他可以某种程度上执行真正的所谓的复调的肢体，但是呢，怎么样在巴赫的这样的一个旨意下原来的旨。旨趣之下，不破坏掉它原来的这样的一种流畅性，然后把它做这样的编曲。当然，我们也要很实际的，不可以把它编得太过于困难这些东西呢，我们都要考虑下去，然后呢，去把它执行。当然呢，使用的乐器我用的是一个很轻巧的。19世纪的原样，原样大概19世纪中期的法国的，我们一般称为所谓的浪漫吉他，它的弦长非常的短只有60公分左右60公分。我们知道现在的古典所谓的古典吉他是65公分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尺码那么这个只有60公分注意到它并没有琴头的地方。并没有任何的我们叫做所谓的 saddle 或者是 nut 没有只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木头的一个纯粹的一个凸起它的 bridge 的地方呢也没有特别的一个高起，所以呢我们看到岁月的这样的一个痕迹很可能这时候演奏呢还很可能。跟鲁特琴一样，使用小指放在指板上的这样的一种技巧，从这里这个位置有很大的这个磨痕，也许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痕迹。那么不管怎么样那么我们用19世纪浪漫吉他来演奏巴赫这样的一个音乐呢，应该。没有任何的违和之感，那么我们就介绍到这里。